员好，欢迎来到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群科一二年班级实作及创意竞赛决赛会场。我邀请我们的计划主持人陈金宝教授来帮我们介绍贵宾。好，谢谢各位评审，我们每一年都很顺利能够来举办这样的一个盛会，那就是要感谢大家大力的相挺，不远千里的人都来帮我们做这个评审工作。那会议开始，这个评审会开始，我先介绍我们今天各位贵宾，我先介绍我们主办单位国教署的林亮庭理事长，还有张乐子先生，我们台师大的科技工程学院的郑庆宇郑院长，我先邀请郑院长，邀请各个主办单位国教署林亮庭理事长帮我们支持，我们掌声欢迎。的评审活动，那从一大早就开始，到下午，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我想，专题创意竞赛，我想我们在场很多的评审都还蛮激烈的，这真的是我们专业群科的学生一年一度的盛事，然后大家都非常重视。刚才进来的一路上，其实看到很多老师跟学生都在排演。那我希望说，在今天的整天的评审过程中呢，我们委员可以多给我们学生一些鼓励。那我想，专题实作及创意竞赛，其实每年这样子的比赛，我都看到学生展现非常丰富的学习成果跟创意。那我想，我们也会再跟郑院长还有陈教授这边再讨论一下。那因为我看到好像我们还有一些拟定的部分嘛，那之后看看怎么样推广，让社会大众跟家长，还有我们尤其是我们国中跟国小学生，更能够认识我们专业群科的学习特色。那这边代表国教署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评审长的鼓励。接下来我们请郑院长帮我们支持，欢迎郑院长。好，李副座，李院长，在座各位评审，大家早安。谢谢，谢谢，因为这个不是秘密，但是就是希望这个能够精确的记住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刚才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提出来？没有来啊？那我们评审要不要来回答？因为也是很幸运，因为各位都是国教署圈选出来的，我们。小球岛的话，当时大概是，因为我们那边
高的话，它会把木材里面的。对，啊，后面。Thank you.
开，但是我们都是自己慢慢画的。精美的，然后就说有进拍，对对，因为你就会一直看。主要是江南就是东西相同，就跟他比较这边。他们现在真的很容易在忙，对吧？
抓紧时间，你要死。最多你有你的去掉后面的。
要交接在一起。那我们利用这个特性去制作我们的。发现小苏打柠檬酸嫩精以1:8:1为最佳融合。柠檬的话，它树脂就会不稳定，所以它的树脂也会变动。比完就真的非常开心啊，因为努力了快一年，就已经一年多了，然后从暑假又开始一直就是制作跟尝试，对，就蛮开心的。比完了，谢谢许德辉老师的指教，让我们在这一年内可以短短时间内，然后我们三个人可以做出这么完整的专题。老师，你等着，我们证明自己，我们不是最慢的，我们不是最笨的，我们一定会在台上拿奖。对，我们要让你上台，等着。其实我们在这之中有遇到蛮多困难，就是我们其实会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或是一些时间上的压力，所以会导致大家情绪可能会比较急一点。可是这时候我们都会，可能我们最大问题就是沟通问题，因为可能男生女生就理性感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沟通上就是会难免会有什么吵架啊什么的。而且其实大家讲话时间急的时候，就是讲话会比较急一点，所以情绪上可能会比较。起伏比较大一点，但我们都会好好的，之后事后都会做一些检讨，然后再好好的沟通，让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束。这样，就是学弟妹啊，都认真做了啦，都要相信许德辉，都要相信许德辉啊，要相信许德辉，要相信许德辉，一定要相信他，他会教你，要跟着时间走，要不能压线的要求，不能压线，对，不能压线，然后东西都要准备好，不要忘记了。很爽，非常开心，终于解脱了，终于放下了一切，放松，很放松，好快乐，我是快乐的高三生，等一下要去吃海底捞了，爽，耶、yeah ！那我想最想对谁讲的话？对谁讲的话？最想就是对我们的专题老师说。说一声谢谢，就是他一路陪我们走过来，真的很谢谢他一直照顾我们，一直就是帮我们修改，然后一直就是鼓励我们，一直就是真的一直很支持我们，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很忙，但是他要一直照顾我们，就是很谢谢他。然后
后我们也要谢谢邱大哥，就是让我们去研究这个专题，然后也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们，像把我们当作他的女儿一样照顾。我想谢谢的是我们组员，就是还有我们的组员在一起在努力这份专题，然后可以将我们这份专题经过许多地方的比赛，然后南征北打的，可以到现在全国专题的比赛中，对。你先讲吧。我很想谢谢，就是学校的各位老师，因为即便他们没有教我们专题，但给予我们很多建议支持，就从一开始没有的东西到现在变得很有一个结果，然后就很谢谢他们一直给我们不停的鼓励跟建议，让我们这份专题可以做得更好。这样，我不知道谢谢谁了，他们都讲完了。谢谢你爸爸，谢谢爸爸，谢谢我的所有人，让我们可以一路走到现在，我们非常的开心，非常感动。这题由我来回答。刚刚评审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差点要比背板。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去补秧、割稻、打谷、索草。那这些都是与我的组员以及邱大哥、专题老师也有陪伴我们一起去田里去做这些活动。那我们其实真正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经验去体验农夫的辛苦，因为他们是每天不断的去下田去做这些工作，但是我们是短短的时间去体验而已。那从这份专题中，我们也会知道，其实农夫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护食物，不要去浪费。对。希望他们可以用心的好好制作这份他们的专题，因为做出来之后的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会让你在这制作专题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其实现在心情就是非常开心这样子，因为说就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我也超开心的，我也蛮开心的。然后就是希望我们明天可以得奖。这样。你们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怎么解决？我们在制作产品的时候，有一度就是找不到厂商，然后就是做不出来这样子。然后幸好最后有找到。其实，在那个就是在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太紧张，然后忘词什么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是修改了很多很多很多次，然后我们才能够呈现出比较好的这个给评审们看。这样。那会你们的给学弟妹的建议，如果他要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怎么样的人来参加比赛，会要遇到的要参加比赛注意到哪些事情？我觉得如果要参加比赛的话，那抗压性可能要比较强一点，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抗压性要比较强，因为我们知道是比较凶，他会把我们的产品先批评的一文不值，然后叫我们重做，然后就是真的要很扛得住压力，然后要够有胆量，因为要报告，然后要够活泼，然后要建议学弟妹他们要比较豁得出去，就不要太紧张这样子，然后只要努力就会得奖。我觉得现在心情我觉得非常复杂，因为主要是在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困难嘛，然后他刚才这边问的时候也是觉得他讲的有一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再去做改进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很多地方需要去改进，然后去做到更好，去做更深层的延伸或是升级那样的一个专题的题目项目。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当初在制造在机器人时，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没想到已经专业人士讲过之后，我们其实我们要克服的困难其实有更多，所以我们打算再慢慢改进，让我们的机器人能真的完善到可以做到我们想让它完成的任务。好，那其实我觉得就蛮轻松的，因为我们已经比完了嘛，那紧张都紧张完了，那接下来就是专心做备审，大家就很轻松，因为我们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那在刚刚经受教授的指导之后，我们也发现我们有更多不足的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在未来的时候再继续做努力，继续做学习。未来要比赛的话，我是建议我在比专科赛这个比赛之前呢，我觉得应该先在做万全的一些准备，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教授问的其实还蛮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好准备，然后心态上最好是心态上做好非常好的调整，不然会非常紧张，讲话就是会卡住吃螺丝之类的，这样比较大问题了。对，好，那我是觉得就是需要把就非常重视这个比赛，就是不要觉得只是来玩的，就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在准备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不要只是为了去比赛而比赛，就是把这整个准备的过程中当成是一个学习。那在上台报告的时候，因为有四个教授在你面前，那其实压力很大，那就保持平常心，不要紧张，那基本上表现应该都不会太差。我是建议学员们这样努力过了，那就保持开心的心情，就算结果不是好的，但至少这一段历程是开心的。
下的一个会交给你们，那是非常。当时是那个时候，也有邀请在地的游客来加入我们来办。我的原则是，我们台前有个实施的地区做修正，市长的做修正。蓝皮姐号的起始站、康调车站以及蓝皮姐号的目的地，感受到我们开放互动 ESPP 以及蓝皮姐号动作设计 VR 虚拟实境。但是之后的像建议以及它进行导览以及风向上，其实是跟蓝皮姐号为同时代的比较流行的产品，都是5、60年代的。那建议在当时就是不会像一般都是在集章活动，就是概念章，是以让他们直接手做的方式，可以加速旅客影响不明的颜色。那芳疗是以特产芒果作为黄色，基本是会告诉我们说永续成像是什么意思，怎么样让我们成像永续。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些许的达到心理平衡的核心精神，也就是我们的自主互动以及共好，而之间进行磨合，并且让所有人站在他的所能发挥长处的地步应用。而其中我们这次的专题研究，我们也融合了我们固定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午安，我们是老宅的魔法针对计划的专题小组。老家是位于苗栗市近10年的老家，企业的特产活动，然后在日常的生活观察中，我们发现两分钟。如果真的要疯了，真的要死了。对啊，我好像他过来进来。对啊。好，时间到了，好，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搬走，被冲走啊！就冲走。你比较说连接你去第几个路灯杆，对不对？我知道了。啊，只是比较好讲。对，它不是不能做出它，是因为你们的形式，你们的形式是当然这个，因为你又长得不同，稍微有点弱色的，弹性配得很漂亮。可是这个东西你跟我快速。现场演示一下。今年在校园金融园的见到。
对啊。做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有发想到也可以利用在其他的地方，不止。大纲分为五部分，一浪费的厨余堆叠起来的高度相当于13500座101。为了延长食物的寿命，就有了续食的概念。根据联合国指引成立了传爱小组，因此我们便对传爱小组进行探讨。地下降雨导致人体肝细功能不全的危害。那我问你，你喜欢吃水果吗？当然喜欢吃水果，健康功效的。根据一色彩及季节，挑选了符合红、橙、黄比较准的手感上手的为佳。而青椒肉米是它的重点种植物。奇异果所富含维他命 C 是苹果的15倍。选购时仍不符合特定的产品进行比较。今天很荣幸啊，受邀来看这个竞赛。那么署里面也有700万的补助啊，我们非常的欣赏我们所有同学的表现。刚好有个机会看了3个组啊，完整的不管是同学的报告，或是教授跟同学间的询答啊，我很享受那个过程。我感觉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些选手太棒了啊。这个活动国教署一定会继续支持，而且会持续的加码，让所有的选手得到重视，也得到肯定，这个舞台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发光。
觉得有一种就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就是因为努力了，真的是从去年暑假以前，然后到现在，就是真的是将近快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真的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在里面，那也希望这次真的可以得到一个好成绩，对。那我觉得就是松了一口气吧，虽然我觉得想要再多讲一点，想要再多跟评审教授多介绍一些我们做的东西，对，然后但我觉得结果还不错的，是还算不错的这样子，那我们也很开心终于结束了，对。对谁讲的话？想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是蔡明杰老师，然后杨凯春老师，然后李明龙科主任，就是他们就是明杰老师就是真的是从头到尾一直指导着我们，然后他现在就生宝宝了，可爱的宝宝，然后所以这几天比赛是凯春老师跟明龙主任就是带我们来，然后也一直给我们信心啊，然后也是重复的一直帮我们看预演，就是演讲那些的，对，就是很谢谢老师们，就是很辛苦的一直陪着我们走到现在。我觉得经过一年这样的努力，现在我们很期待这样明天的结果，希望可以都很顺利。就是我觉得学弟们就是不要太紧张，然后应该说找到你想要做的东西，然后真的是不用太急，就是从头开始，因为其实我们当初也是不断的重来，就是主题一直被打掉一直打掉，其实我们甚至刚开始是比较落后的组别，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后来就是一飞就是就整个上来，所以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不用太气馁，因为我真的觉得事情很难说，就是持续努力，我觉得付出全部的努力真的会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对，大部分啊，当然有些可能还是会少数会落寞，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这个法则。我想要对学弟妹妹说明年加油，然后提早做准备，然后就是越早开始，然后就是按照老师的进度把事情都做好，最后会比较轻松，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练习，然后也可以多练口条，让自己比较不紧张这样子。我们这个组别，其实我们内部有吵架过蛮多次，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有想法，然后真的就是可能很常见，就是对于一件事情，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理念的关系就会吵架。不过我觉得这点也是要劝诫学弟妹，就是说我觉得吵架是可以，但是就是我们就只对事情，就是吵这件事情吵完就是就没，像我跟他就真的很常吵，但是我们就是针对事情，就是只针对事，然后吵完其实我们就一样很正常，就是一样是朋友，对，所以我觉得吵架也是帮助我们学习成长的。参赛完的心情，一开始在参赛节就是很紧张，参赛结束后还是会很期待明天的成果，虽然就是比起前几天已经有放松的压力了。你有什么心情？我觉得有种解脱的感觉，因为已经做了一年多了，每天都熬夜非常的累，现在终于撑到比赛完了，希望明天可以获得好的成绩。我们在就是因为我们是室内设计，然后反正就是整个建筑外观我们就已经改了很多次了，然后因为每次改建筑外观里面内部也要调整到，对，所以我觉得在建筑外观的方面就是也不要一直去改它，然后虽然这就是我们大家也都会一起讨论解决，但还是因为这样也花了更多时间，也很浪费时间，就是按照老师的一步一步来，然后一开始就想好要该做什么，就以那个为中心去发展就对了，不要换来换去主题，建筑也不要换来换去，不然真的太辛苦了，每天都要重新选图，对，终于解脱了，终于解脱了，很开心，因为我们从去年的七月忙到现在，对，然后大家也都付出了很多，我们希望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现在最想感谢我现在讲感谢就是两位老师，然后跟我们的科主任，然后还有我们几个同学，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没有放弃，我觉得很棒。我最想感谢就是我们所有的同学，还有
支持过我们的老师们，因为要不是没有他们支持，不会有我们如今的这个团队。对，然后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居然可以把我阿公演成那么老。对，谢谢。困难吗？就是因为我们五个其实原本都是在不同群，大家都是被抓起来凑在一起的，然后一开始就是意见非常不合，非常一直吵架。对，我们就是吵到后面也大家闹过很多次革命，然后到后面我们就是大家还是想要可以把这种东西完成，因为毕竟我们都做到很后面了，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为一个目标一起努力，所以就大家还是吵架之后我们就解决问题，然后把大家目标放一致，所以就对。我们题目吗？哦，我们不是不同组别，我们是同一班。我们是同一班，只是我们可能一个班都会有分好几群这样。就是小群体，对对对 对。我们因为马尾是中部地区在地特有的植物，然后早期都是种植原果种，它的叶子就是比较嫩，然后它就会。早前农民就会把它洗净之后去苦水，然后再加入地瓜把它做成马尾汤，而因为现在的就是农业技术比较进步，然后把它改良为长果长硕种，它的叶面比较尖小，然后它苦味就减少很多，而且它的茎梗比较细短，现在使用的人比较多，但它的马梗就是不像以前的可以编织成民生用品，现在都是直接把梗丢弃，然后结合老师说过升级再造的概念，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赋予被丢弃的马尾梗有新的生命，所以就将马尾梗作为我们这次的研究主题。我觉得建议就是要真的要撑下去，没有撑下去没有结果，对吧？这是我有史以来比赛最大的，就是因为我比不止一场，不是这一场，就是还有一些技能的方面，对吧？我觉得就是你要坚持，没有坚持不会有结果，对，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心情嘛，就是我毕业一年，然后我觉得我解脱了，统测解脱，专题解脱，有没有吗？我们从升三年级开，我们大概从八月啊、哦，没有吧，半年以上，已经持续了半年以上，然后终于比到决赛，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会进决赛，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想说在校内拿到的成绩好像也还好，然后不小心又进了复赛，然后从复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又进了决赛，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拿到。好一点成绩，对，嗯，应该说蛮惊艳的吧，毕竟我们是创意组，嗯，没有想到创意组可以进决赛来比、啊。我们学校上一届创意组进决赛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三年前吗？是三年前，六字的时候，六字的时候才进的。嗯，我们刚开始那个就是决定主题的时候是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所以我做那个就是我坚持要西洋艺术史，然后他坚持要、啊、我说我要鸟，我一定要做鸟，我不是鸟我不想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就是要做自己想做，没有得奖没有关系。然后呢就是老师就是也是用那种就是可能校内比完之后就没有再继续的那种心情带我们，对，然后就变成现在讲了，我们就不用现在进来了。对，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西洋艺术史跟台湾鸟的碰撞，嗯。然后，例如每次在讨论的时候都会吵架嘛，对，我们两个我是爆发的起点，对他很炸，我们两个每次都会吵架，对，就是。那怎么解决？就吵完就好，吵完就好了。我听就自己顺着他就好了，顺毛，蛮困难的，但是过来就好了。嗯，我们不能再共事了。对，我们以后不会再共事了，不要再跟他共事了。他们把教室拆掉。对，我们讲两句就开始吵。对啊，真的。那你们还可以到现在的？嗯，十年的友情，有那么久吗？有啊，我们国小三年级，八岁就认识了。嗯，对，但我们就是国小毕业之后，对，国小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国中不一样，然后后来就是考会，所以现在能考的时候，对，还有机会合作，真的一件蛮神奇的事情。孽缘吧？不会啦，应该很不会，我们那个大学志向差太多了。嗯，对，就是这样。建言建议，我觉得想考标前一天再背。对，想考标前一天再背，会很差。一定要前一个礼拜就要理顺。对，是的，要前质量。对，我们从一进来就一直提醒学生的前质量，但从来没有达成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那你们最想感谢谁？我们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嗯，我们甚至有时候到三四点的时候，等我们到半夜，然后跑一次可以吗？会很烦，他要照顾小孩，很辛苦。对，他常常就是可能要一边帮小孩洗澡，一边处理我们的事情。
他先发给我点点点点点，我是不是跟你说？对，谢谢老师。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自然的一面，因为你们是会有。调整音量的大小。灯条色变色。我在问他要什么事情。